你的身份已经变了，你现在是叫做张建宗副团长啊，哥。你是在中国的代表团里面，由你的领导骆玉成去指导你做什么的？你不要玩啊。如果你说法例的完备，大陆更加犀利，照抄的嘛。最先进的了，香港唐扶其后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你们开会学什么的呢？有没有学过 George Orwell 那个那句啊，1984在那个飞页那句啊，若果2+2=5成立，则其他问题必然解决。你们咪2+2=5咯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你的样子，就睇到我就想起啦，有个人叫李兆星，以前外交部长，而家喺美国嗰度避难，以前就猛闹美国嘅。睇到梁振英啊，谂起袁牧。看到李家超想起陸行，你知不知道？主席，你有看陸行在這個外交部發言。看到鄭若驊，看到姜瑜，林鄭就應該是繼春瑩的，不過現在越來越像江青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事不避難是習主席讚他的，他聽了之後搏命找些難的來做。喂，這個疑犯修訂條例，他在競選的時候何時說要做的？突然間說要做啊，連建制派都害怕，是不是啊？我提醒他啊，不要聽了他說話鬆毛鬆翼啊，習近平未必是叫你做的，你提醒他啊。現在他拿了他來做什麼呢？就是做壞事不避難，講大話不怕醜，你整個團隊都講大話，是吗？国歌法一地两检 DQ 议员，全部引起重大的争议，要用人大常委释法来解决，是靠你们管治吗？还有啊，林郑我现在又讲啊，普选就无期了，因为他说哇，这么 controversial， 这么大分裂，我不会做的，那23条还不够 大争议啊？这个2003年50万人上街，是吗？雨山运动有这么多人说 要有，喂，你那边就是有争议不做普选，那些23条就说我找些时间去做，就算今期做不到都下期做。还有一样就是疑犯引渡条例，很简单，主席一句讲到尾，不改香港人免于引渡回大陆受审，一改就有，你只是拱啲病人去一个医护人员不合格不消毒的医院去施手术，这个不是转院自由，是叫人家送死。司长望下我啦，副团长。